我贝利亚呀最厉害了，可以百发百中。譬如我奥特曼也可以百发百中。好呀，那我们就来比一场。要是我赢了呀，你就跟着我一起打奥特曼。哼，那要是我奥特曼赢了，你就要跟着我一起收拾怪兽。好呀，好呀，哼，我奥特曼呀是最厉害的，我怪兽才是最厉害的呢，我可以百发百中。你看好了，奥特曼，我先来，我丢，哎，这怎么没有打中100分呀？不行不行，我还有一个呢，我再来，一二三，大家快帮我加加油，我丢，我的天呐，完了完了，一个都没有打中，哼，我贝利亚打不中呀，哼，奥特曼你也别想打中，我警告你们，谁都不许给他加油，听到了没有？哼，小朋友们，我奥特曼是正义的奥特曼，你们一定要给我加油啊！让我们一起来打败怪兽。我先投第一个，我丢！啊，怎么回事？难道你们都怕贝利亚吗？没有人给我加油吗？哼，当然了，他们都怕我，谁都没有人给你加油。小奥特曼，你也等着输吧！哼，我才不信呢！小朋友们都是勇敢善良的，他们一定会为我加油的。小朋友们，我还有最后一个球了，我数一二三，你们要为我加油哦！一二三，我投。哇，快看，我就知道一定会有小朋友给我加油的。哼，是谁？是谁给奥特曼加了油？